食拢无变的。这哪有一只狗？哪一只？想带我回家？你现在好好看家？哎，要饲我？啊，阮素食袂当饲狗啊。我饲伫阮家，但是你要来帮忙照顾。你的意思是要把钥匙给我？是你自己外提的啊。那是阮爸妈知影我甲你同居，我惊你的性命会有危险。顾只狗啊，尔，哪有动机，对不？安尼要叫啥物名？叫木村。我知影啦，叫你木村树，好不？我喜欢木村拓哉，你喜欢树？好啊，木村树，嗨，木村树。来，这个厝主近前已经出国啊。虽然讲唔是新厝，但不过一直拢有清洁公司来做维护啊。所以讲不管是家具啊、家电，状况拢足好个呢。更加重要的是哦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知影这个条件足好个。我等下阁有代志。可以赶快带我进去看吗？哦，来。徐医师，你哪一家？你敢是在杜凯威？你嘛是在杜凯威？哦，伊卡在大家。你即马住遮吗？哪会要租啦？香港我袂租。租屋网说的。我是厝主，我无要租人，我无要卖。啊，歹势啦，我拄则甲阮同事确认过啊，毋是即间啦，是对面迄间厝，要卖无要租啦，无咱遮请。要卖？嗯。啊，歹势，我卖袂起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无你想要看迄间无？不要紧啦，我阁要上班，啊，今日哦就先安尼。欸、谢谢，再见。好啦，不然你有闲才打电话给我。徐医师，我会使立刻破无？你是安怎看我的厝？那是我之前嘛住伫遮。哦，你是杜凯威的前女友？前女友。我不确定哎，我冇分开哦。3124，拢无换号码。密码锁哎，哇，好酷哦！这是要哪样啊？足贵啊！啊！你有人逐天袂晓扎锁匙毋？啊！卡叔讲我袂记密码。啊！就困路边咯。啊！囡仔，想一下你会记号码。1234。喂。呀。喂。呀。3124。好记，搁比1234安全。欢迎光临。
嘉宾，还是要喝茶？嘉宾，老谢，你是安怎识识杜凯威？这间厝你是家己买的还是租的？小姐，老谢，我物件拢无叮当着。你是不是感觉跟以前一样？嗯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本医。你是医学长？是。跟我相亲之前，你就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这是你跟杜凯威在比什么把戏？不是。你是伊学长，你阁知影我是啥？敢讲你毋是超工交相片的？毋是。那安尼，你是安怎无讲你是啥？你无问。你为什么没有换密码？丑宝，哪有咧无爱接电话啦？拢几点啊？啊，安尼袂使啦，还找副总编帮忙。副总编，叫人哦、喔！是安怎？破甲遮大声？拢找无丑宝，伊毋是去走社会线？对啊，今日透早，阮两个支援伊社会线的大案件，总编讲伊一个人无法度啊。安尼总编算有良心咯、喔。结果时间到啊，嘛无看到伊啊。手机我卡一二十通，拢无要接呢。袂来，袂翘班啦，我来找。喏、哦，有啊，你看，开始追踪定位啊。啊，过会差没有？我冇小看的问题呢。哎、欸，我病大概尔，佮滴三一二四不了好记，佮比一二三四较安全。嘛是啦，不过这座号码是有意义的，你敢知道？你今日唔免上班？我有一个彩虹，拍摄过了。徐氏，恁家阁有空间无？有啊。有呀，租啊。哦，我只，只叫五百块，先做定金。啊，算了，口说无凭，等我一下。想清楚了吧？啊，无签名。想签名？喂！就安尼讲定哦，吼。啊，我礼拜就搬你来。哈？礼拜？哎。想让他搬你？我租的房子要租跟啊。坐下哦。四叔，等你啊。礼拜哦。学弟，你变啥样啦？你要再跟伊是一回事，互伊判了，还阁是另外一回事呢？哎呦，我已经无时间啊啦，会当带做伙上好啦。就算你无时间，你怎一人教教呢？你袂用讲我对你好，你还来欺负我。学长，请你帮忙啊。好啦，谢谢学长。今天的咖啡很香的。欸，学弟，我之前本无甲你问过密码锁的代志，啊，你今日会当甲我讲啊？
早读书的时阵，我是三年一班，伊是二年四班，啊，毋才好多三年级。啊？原来是安尼哦。嗯。够无聊的啦。哎，配合伊的单纯，而且我感觉足够水的啊。二十几通拢无要食，要惊死人哦、喔！好佳哉，副总兵有伫你的手机仔装定位 APP， 阮才知影你伫遮啦。就是你的狗仔功力进步啊嘞！好啦，新闻袂等人，今无闲啊。哦，好，收拾好你。阿伟，我倒摆哦，就麻烦你啊。嗯，就够醉耶。喂啊！你总算想着讲哦，要搬倒来厝下住啊！哦，我爸爸足欢喜的。好啦，今仔日就安尼啊，多谢啦。哎、欸，多谢，多谢。多谢。啊，哦，啊，恁拢是伟伟的同事哦，感谢恁的，我专工哦替伊把物件安尼搬倒来。哦，来来来，你这边两个啦。啊，变啦变啦，爸，因搁要无用啦。什么变啦？哎、欸，这你妈妈家己煮的凉茶嘞，偌好饮嘞，还请人搁退货。来来来，来给恁一块。多谢，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多谢，应该拍摄啦。六，哎呦，不要紧啦，我知哦，你嘛是哦，足无辜的啦。安尼就对啊啦，大家已经破厝哦，住遮久早就好搬啊。今麦回来拄啊好，妈妈好啊，甲你顾一下，你看你看你，我等甲袂做遐搞咧。什么搞？哎，好歹我也是美猴王，你着搞啦。我无要搬回来啦，是我新租的厝哦，放袂落遮个物件，恁莫想想者。新租的厝，我哪无听你讲啊？你做伊呾地址给我。嗯，我袂记啊，啊，我伫着伫个美术馆附近啊。美术馆，遐个厝无俗呢，你敢租袂起？爱人啊。My love， 想起你的影影。美术馆，遐个厝无俗呢，你敢租会起？我租的是凶宅，小俗的。好，咱先来走啊！哈，哦，爸妈再见喽！多谢您嘞，好，再见。老大爷啦，啊，伟伟啦，我去看下邓来啦，知影无？啊。嘿，拍咩啊？嗯。啊，你要搬去倒？哎，我请师傅甲你倒看者无？我是叫阮妈收欢喜，才有要讲的啦。吼、哦。啊，是安怎？你搬厝，你也不会欢喜？你到底搬去倒啦？明仔再搁讲啦。啊，好啦，啊，当时要搬，搁有偌济物件，我甲你斗相共啊。免啦，我早就断舍离啊。恁拄则搬的物件，拢是我唔敢单调的。刷落来，我干那一卡皮箱，就会使含木村树把新厝啊。
恐龙哥、饼哥，我带超好吃的蛋糕来哦、喔！出兵员，你来了！啊，你等一下，我来去泡茶。啊，大家拢在无闲哈。啊，恐龙哥，九妹迄个查甲安怎？来啦来啦，出兵。哦，多谢。你嘛知影，侦查不公开。哦、我知啦，啊，我就问一下嘛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啊，大家拢足关心的啊。是有淡薄进度啦，我拄仔嘛在写报告啊。哦。等下啊，小米，有代志甲你讲，来，出来请。等下，你来请，来请。讲者，讲者。来来来，你家己来啦哈。要讲啥？我甲讲一下代志，来来来，我讲，我讲来，我讲。哎、欸，组长，辛苦啊，你来啊，要进来。啊，恁两个是叫我拍起来啊。好啦，讲得真巧。组长你好，辛苦啊。啊，我再赶紧来啊，到恁家。哎、欸，又找回来了。要哪恁去叫？来，我先来哦。拜拜。来。收到你的新闻稿啊！这紧？哎、欸，这句应该是我的台词吧？不是讲张组长就派处理？北哥给我改，而且我爸妈讲这招有效，就是对恐龙哥和饼哥小夸派谁？到时再看卖啊！哎、欸，要载你去吃物件无？哦，今日袂使，我要等去看物件，直接搬出。这紧就要搬？紧？哎、欸。我那栋的厝边拢搬走啊，剩我一个尔。哦，好啊，我帮你去载物件，甲木村叔。哦，再见。木村叔，袂使哦，这是房东哥哥，袂使对人较歹哦。木村叔，你好啊！学长，我行李再要回来，我先去整理行李，明天见哦。哦，木村叔，走。고생했어요啊！你讲哦，唔通得罪着记者。你看，即摆哦，人是安怎哦，修理人警察局。记者是伫对方，发现虎头警察局办案的警官哦，态度消极，不便哦，透露哦，调查的进度哦，全写这里。我是哦，叫顶头人骂个臭头。啊，你敢知？哇，所长啊，啊，侦查不公开啊，这个合理的代志咩？啊，你哦，会使哦，较客气一点啊。哎，足侪人投诉哦，你口语足差的呢。组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早一寡点心来，感谢恁对阮家记者的照顾。啊，没客气。哎、欸，啊，小姐，小姐，来面子，小敏，进来。啊，好，来来来，志明，我来泡茶。恁组长今日较无闲哦。好啦，来，志明，志明，小姐，小姐。我来泡茶，来来，这给你。哎呦，人来就好，安尼才客气。好啦，恁恁就好啦，我过来开会啦。啊，恐龙小饼，好好招待这记者大人哦。哦，
啊，恁有啥需要就找伊两个就好啊啦，吼、哦。多谢。哈哈哈！来来，恁坐，恁坐，恁坐。来，恁坐，恁坐，恁坐。来，一人饮一杯，感情才袂杯杯杯。这厉害红酒咧，都要配厉害秘密武器啊！等我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厝边的水啦，迄、那个组长哦，一定是去有顶头的西边啦。应该是吧？啊，你嘛真赞呢。对付这种丑女仔哦，应该也可以提。我惊伊后摆哦会愈讨厌女记者。对，你这厉害呢。那是我才唔敢收恁了后阁上门，我就惊讲因伫我地内面会吹。哎，刑警大哥不会很低级啦，除了张组长，其他的人都要求好的呀。这是北哥跟我讲，你就讲。嗨，拜托一下，嘛无看卖伊是啥个查甫啦，我爱飞酸辣，员工一定赞。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。嗯，你会敢讲哦？当然真了。来来来来，吃起司啊！啊，我被起司来。My love， 想起你的影影。我就无咧饮酒吼，啊，不过我需要饮一杯啊。阮爸就是安尼，饮到规身体歹起来。来啦，一杯醉给你啊。你加减嘛帮我泡一个咖啡。我就知影我暗时饮咖啡会困袂去。我偏一下味嘛好啊。小弟，你讲这话就惊人。哦，唉，歹势啦，我袂记啊。你拢唔知影，出去加一个外人有偌无方便的。你有小忍耐一下啦，无偌久啦，无偌久就结束啊。什么叫做无偌久？因为木村树啊，以后我若无伫个，木村树一定是大家就没关系，一定是一天到晚对你咧背，背嘛感觉就歹势，无偌久因就搬出去啊。什么叫做以后你若无伫个？咱即马根本都唔知影什么状况，你莫讲这种话好不好？图片很细咯。对不起，我的个性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现在就是找不到你的人，煞听得到你的声，感觉真正是灵魂出窍，苦海嘛无法度解释啊。你知影无？我真正有在想呢。要安怎才会当让我们知影这站代志？嘿，这你真正想清楚，你唔通互人误会讲我是傻的。袂啦，你放心啦。讲到这曾楚威，我来感觉伊面熟啊面熟，唔知在倒位看过。走路左看右看，看什么看啦、啊？地上有美金吗？再看你就倒大霉了。陈叔，哎，自然，啊，你跟恁爸爸挂便当来哦。对啊，替我马上物件啦。嗯，未歹，阁真友好哦。好啦，陈叔再见。开饭喽。曾楚威，又是你，为什么带进出到学校啊？拢是虾米年代啊，够有禁书哦、啊？十八禁还不算禁书，你满十八了。爸，
拜托，国小六年级就教过的性知识，有什么好十八禁的？啊，美东。哦，哎，姓邓呀。哎，又顶嘴了哦，是不想气死我？教官，我是在跟你沟通。曾楚威。有。给我闭嘴。这是侵犯我的言论自由呢。你讲，有影是伊呢？嗯，我都看伊足面熟个啊。你讲讨厌吗？我哪有？喏，你看，伊搁真欢喜毕业对吧？是啊，就是伊个个性。伊真正足趣味个。迄阵哦，我搁超工甲阮爸探听伊个代志。你探听伊个代志要怎啊？我爸认为我对查某囡仔是有兴趣。房东先生，我等来啊。哦，这好假的，爸爸呢？你别到邻家吧。邻居啊。哦。邻居，你查查吧。你喜欢那邻居吗？我欢喜啊！你欢喜，啊，你欢喜也不可以让别人觉得恶心。恶心就别看。房东先生，你吃老爸饭的方式就特殊的。因为我无介意些蛋黄打打的感觉。安尼咬口好食。你这习惯，甲拄下要做熟啊。啊，你甲拄下我的感情是毋是就好啊？就安怎连食物件的习惯会很熟？那是饮食习惯，是我想了解伊啊。我了解。连有我爱你，我拢清清楚楚。想了解伊啊？我了解。连有我爱你，我拢清清楚楚。
Good morning， 楚霸王。这我帮你传的日晒夜加雪飞，啉这当解酒。我无啉酒，咖啡可以留下，人情滚。你无啉酒，想怎看起来这艰苦？哦，那个来。不是那个来，向志凯，来跟学长讲，这摆要借偌济？干嘛呀？废话，会当无算利息。那算。你心情无好哦，讲给学长听看麦。那有一个查甫的，讲伊足了解另外一个查甫的，连伊爱的查甫囡仔伊嘛清清楚楚，这表示啥物？你看紧，看有中文字幕，我听无呢。就是看嘛。徐医师，刚有闲甲你讲者。啊，你是迄天迄诊所迄倒把厝迄同事吼？顶摆我袂记你介绍我家己啊，我是诊所会的主管，也是伊的学长，甲伊的好朋友。我叫杨世秀。我知影你是谁啊，你免华妹子。哎，拄好，凯伟有代志要找你。你讲啥？现在你伫倒位，请我食饭，送我转去。是安怎要请你食饭，送你转去？因为我加班到今嘛，因为我足枵、足忝、阁足散的。因为你西做无解缘投，不过你身体上善良，是阮学长兼上厉害的副总编呐、啊。我话拢互你讲了了，输你啦。我讲的是真的。好，进来，我就要了。多谢学长请我加班，阁送我回来。告主，甲我讲一声。哦，师兄爸爸。这可以心血陛下吧？凯伟有代志要找你。你讲啥？我讲杜凯伟有代志要跟你讲。啊，即摆人伫底？是安怎无爱家己甲我讲？应该是今日惊着啦，叫我先拍招呼。当时要找我？平安。杜凯威，你敢知影全世界拢在找你？天星是足水的，是因为遐。唱一堆人看袂到的花，沙漠是安那正尔美丽，是因为伫咧看袂到的所在唱一口井。不管是厝、天星，还是沙漠，予因正尔美丽，拢是只看袂到的物件。加班哦，今日足忝，浴室有洋甘菊精油，你上喜欢的气味，要泡澡吗？
哎，你哪会伫遮咧泡三合一？啊，我送你去日菜椰加雪菲咧。你泡我小慧啦。哦，遐哦哦，那恁两个感情有遮好？毕竟我们是高中同学嘛。你有啥物，你就直接讲啊！莫安扭扭捏捏的，小心呢。好啦，你有感觉你迄个厝头家？安娜，你嘛感觉伊有淡薄怪怪啊？无，我感觉伊趣味啦，啊，不过甲别人拢无啥共。哦，对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哦，你看哦，伊伫医美诊所做副院长。啊，专长是妇科，患者搁遐尼多，这真正足奇怪啊！对啦，奇怪。不过我毋是迄个意思。你是毋是感觉他很像一个认识的老朋友？老朋友？嗯，是讲啥？哦，我无讲啥啊。哎呀，不过伊是淡薄趣味啦。哎，对啦，趣味。那呢？你想要去我新家帮我办入住吧？算说搞倒挂机。朱浩，娘家。狮子头不肯白菜。水煮鱼不肯尝啊。Eileen, my love, 想起你的影子。来，给当家。你喜欢沙茶酱啊？嗯。问水饺。什么拢问？既然什么拢问沙茶酱，那就讲的较快。对，沙茶酱百搭，我上爱哦。沙茶拌面。吃小慧是吃饱不？哑巴，朱明啊！哦，学长，因想我来啊，让头家要收单。啊，同学，面羹卖完啊，你休困啊？拢无啊？歹势，行啦行。学长，这好哩。唔免啦，学妹，谢谢哦。哦，食这食袂饱啦。行啦，咱去包伊食。无爱啦，我想要食面啦。隔壁卤肉饭呢？我就是要吃一碗面甲一碗汤。好啦，同学，我帮你煮只沙瓦干面，好不好？好，多谢。再见。沙瓜干面是啥？傻瓜吃的面哦，刚好吃。
你吃看卖啊。老板，我有买一碗傻瓜干面。好。哎，你不是都吃饱？太大啊！你先等啦，哈。都喊呢，大胃王啊！来行啦，麦该让你吃，鬼死。哎，走。老哥一定有沙茶酱哦。哎呀，有啊。哦，那我不爱傻瓜，我爱沙茶酱拌面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沙茶拌面先上。哦，够胖的啦。来，面来了。傻瓜，你的面来了啦。你嘛是傻瓜。我吃的是傻瓜弄会晓煮的面，你那是傻瓜吃的面，无同，知无？讲点地球人听得懂的话，好不好？我想讲你是外星人啊。嗯。沙茶干拌面就是赞。你吃得紧哦。我讲话，吃两碗。啊，吃侪肠啊！袂记甲头家讲我无爱下肠啊。袂到你人嘛袂歹，肠啊足贵的，卖偷食。我人嘛袂歹。你连学长介意食沙茶拌面，你拢知影？你甲少搞的感情，真正足好。这狮子头是阮家的家传食谱呢，阮阿母刚才教过杜海威尔，那是杜海威甲你教的。就搞我替我煮的水煮鱼嘛，更长啊。哦，就样。你假鬼假怪假做杜海威，到底有啥物企图？你的歹习惯拢无变的，啥物歹习惯？有人暗影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杜海威。真正的黑洞哦，去调查都太危险了，代志大条了。足久无看安尼，想我吼？想，那也唔想，但我一阵嘛无见面啊。你的开口甲你的表情，哪会甲伊遐共？离我遐尼近，是要甲我偷情吗？今夜徛伫这。唱歌予你听，时间全部都留予咱人。想起你甲我斗阵每一时每一暝，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。爱人啊 ，My love， 想起你的影，对你的思念。
吃，等你紧转来找我，请你轻轻叫着我的。